你为什么会撞到我车子？没有，那个因为可能是那个刹车不太灵啊，然后我拉手刹车，然后我就睡了，然后所以可能是往后溜干嘛，所以才撞到你车子。可是已经挤得很严重嘞。整个都变形了、全部破掉都没关系啊，然后我会赔你，不好意思 如果你去修了干嘛，我会赔你，对不起。那你为什么你喝酒还要开车？你要 0.67 耶，你喝酒还要开车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你在整车的长官，你这样喝酒喝 0.67 是不是开大玩笑？没有你不是在开玩笑吗？